大哥 OK 吗？那我们右边再看一下。这个我本身也料到，就是大家会叫我们接吻，但是我们比较害羞。可是呢，今天开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呢，不要叫我们一直亲很久，我们会三个角度各亲一次，大家。所以大家自己捕捉，人生没有第二次宣布金曲歌王的时候，请珍惜机会啊。先左边，先左边。左边，左边，来中间，我们看中间，中间，中间呢？大家自己捕捉。